爸有比拼了吗？我赶时间，我有事，我要走了。你马上跟我回家！我不回去，我在这里很开心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要去找金娜。你还要闯多少祸才知道错 ？Sorry 啊 ！你们两个先回家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到底要逃避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逼我过我不想过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是你爱的太霸道。 所以你痛恨我，把我当仇人？你这么辱骂，你这鄙视我，把我当是包袱。别说了，别再装强悍了。现在不是爹地需要你，是你不能没有他，一辈子都以为自己很坚强，永远不肯认输，永远不肯放手，从来都不会为自己爱的人而放下自己的 ego， 笑什么？非要伟大的推开我们，怕我们伤心是吗？但是你知不知道？ 万一你有什么事突然离开的话，我一定会怪你不让我陪着你，我还会怪自己做的不好。难道舍得我不原谅你，也不原谅自己这样活下去？从小到大都教我 love heals everything， 结果你们两个都只会说而已。大家冷静一下。 你先睡，我还有些稿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玉莲，不管你几岁都好，你永远都是爹地心目中的 baby girl。你永远排在我们的第一位。